当我想要女朋友周末在家陪我，那就在闺蜜家吃了、又不好意思直说，显得太不独立了。于是我只能给她发一句语音，她走了，等你哦。手机拿我看看。我这不是打游戏吗？我怎么叫老张来陪我开黑？老张。哎呦妈呀！我来不及了。你赶紧走，赶紧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赶紧。你催我干嘛？炸！等我回来，跟这个节目一样，辞职了啊。宝，我想你了。Too much for me.